以后想吃凉拌面了，你就像我这样做碗酸辣凉拌面吧。酸辣过瘾，好吃又不腻。首先碗中加葱花、蒜末、辣椒面，用热油呛出香味，调味加少许盐、白糖、适量生抽、陈醋、蚝油，搅拌均匀备用。我每天都会分享简单的家常美食，您就留个关注吧，以后想吃不会做还能找到我。面条煮熟后过一遍凉水更劲道，然后放点黄瓜丝、花生米和香菜，淋上调好的料汁，翻拌均匀就可以开吃了。